好，我们大家先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各位法师，各位大家阿弥陀佛。我们看课本啊，四十八页啊，倒数第二行啊啊，这里现在讲到大家是结集啊，那先结集这个经啊啊，大家是与阿难啊，从转法轮经到大波涅盘，就是佛最初说啊是转法轮经，到最后说。啊，《大波涅槃经》，那么全部结起来啊，它这里叫做集作四阿含。那么这个集作四阿含是我们现在这里后来哈、啊，后来再分的了啊。一开始其实如果就事实来讲，一开始并没有分四阿含，一开始它就是阿含辗转传来的。那么它就是把佛说的法结集成一个所谓的经。那并没有啊分这么细，后来啊又慢慢慢慢啊，那么有加进去啊，就是有就是慢慢越加越多，后来就把这些经又分类，那么才有所谓的啊四阿含。那这个如果依现有的阿含经来看，北传这个南传的分法不太一样啊，那。就是，但是里面大致还是大同小异啊。那有各个部派的经典里面，在里面，那次序也不太一样啊。比如说，我们北传的是有部的经典，那南传的它是同叠部的。同叠部的基本上，同叠部跟有部都是从上座部分下来的，就是上座部下来之后，那有部啊分别说部，分别说部底下啊就是有同叠部。啊，我们叫次同叠部啊，斯里兰卡的啊，次同叠部。那么法藏部啊，化地部、引光部啊，这个都是属于分别说部底下的。那么分别说部跟有部啊，说一切有部，都是从上座部下来的。那这个是律啊，就是这个是经了 啊。那如果我们从杂含经来看啊，就是杂含经，因为现在的。当时结集的阿含经啊，那么其实就是阿含经而已，然后后来分啊，分杂阿含、中阿含、长阿含、真一阿含，然后甚至有一些啊，就没有再放进去的，就变成小部的啊，或者北传的叫杂部。好，那么如果啊，我们说里面的内容大同小异啊，但是有一些是他们各部派特有的。那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说，比如说一杂阿含来看。它的次序也有不太一样。那如果依比如说佛的说法的重点啊，就是无我。那无我里面，其实重点就是无我以及如何证得无我啊。那么如果从无我的这个义理来说啊，就是如何解脱了啊，那要具备哪一些，那么可以得解脱。那么基本上啊就。五蕴啊，六路啊，那么缘起啊，基本上是以这个为主啊。五蕴六路，五蕴六处缘起啊，那后来就是道品颂啊。那像这个北传的啊，把五蕴依五蕴六路缘起啊，那么这个次第来讲，那南传的它基本上不是。南传的如果依这个次第，它先讲缘起，再讲五蕴，再讲六路啊。所以就是它会有一些，而且经也有一点不一样，次序有一点不一样，但是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东西啊，这个我们要知道。那因为这个龙树是已经是初期大圣的集大成者，那发展到龙树那个时代，那个已经是有四阿含了哈，那他就是龙树就以这个四阿含为当时的结集。啊，所以叫做真一阿含、中阿含、长阿含、相应阿含，
啊，那相应阿含气就是杂阿含。好，那么四名修度如法，其实就修多罗了啊，就是经啊，修多罗法藏就经。好，再来看啊，然后第十一个大众劝请优波里结集毗尼藏。好，诸阿罗汉更问啊，那么这里是说有一千个人啊，那这里啊前面说有一千个人，但这里又说五百个人了 啊。那所以他这里有时候就是两种说法。好，那后面也说五百个人，那前面说结集的有一千个人啊，那这里结集率的啊五百个人。好，那在这里说啊啊，阿罗汉问谁能明了集啊，就是比较懂这个律啊，毗尼是律啊，皆言长老优波里与五百阿罗汉中持律第一啊，持律就是他懂的啊，那么受持一持这个佛在哪里啊，受持什么就是治什么戒啊，然后最后啊什么开遮持犯啊他都懂啊，然后是这样的，如果犯啊是犯轻犯重啊，这个是他比较明了这个东西啊，所以啊五百阿罗汉中持律第一，我等今请啊，即请言起就狮子坐处坐啊，就坐中尊了 啊。说佛在何处出说毗尼结界啊，优波里说身教啊，身就是大众身，那么的这一些啊，那么请啊，那么就狮子坐处坐说，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毗舍离啊，毗舍离是拔切果的毗舍离，尔时须提那迦兰陀长者子出作隐喻，以是因缘故结出大罪啊，就自戒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啊，那底下啊有很多这个名相，我们先看一下250戒的义理，作三部七法八法比丘尼毗尼真一优波离问杂部散部等如是等80部啊，作毗尼藏。好，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看我们先了解一下啊，这个、佛的戒律，那这个十诵等一下我们再来讲。他最初这个是一般的说法了啊，就是最初12年依四分律啊，那没有自戒啊，那如果其他的说法也有说是5年啊，就最初5年啊，就第5年开始自戒，那一般我们的说法是最初12年啊，那么都没有自戒，略教戒就是啊，就像是依四分律的了啊，其实各个经典意思差不多啊，但是翻译的不太一样啊，善入以口言自尽其自意，身莫作诸恶，此三业清净，仁德如是行，四大仙人道啊，诵戒的时候都会诵这个，就是最初十二年没有自戒。好，那么之后啊，佛有讲到这个有一些古仙人啊，就是古佛啊，就是以前的佛啊，没有自戒，所以正法不久住。那么这个舍利佛啊，就请佛啊说戒自戒，那佛就说啊，你就是茄子，就是不要再说了啊，佛自知此，佛知道什么时候要自戒。为什么呢啊，比丘中未有犯有漏法啊，就是还没有犯戒的啊，起烦恼犯戒的啊，那么如果犯了，然后才结戒啊，才自戒，那么自戒是为了断比有漏法，断这个比丘，因为比丘有这样的过失啊，那这样的过失会障碍，会障道啊，那么而且会影响啊僧团的清净，所以才要自戒。那么如果没有，那他都没有错，你干嘛先去跟他规范啊？就没有，不需要这样。若先结戒，假设你先自戒了，那么心里面他心里面会讲啊，我自无罪，强为结戒啊，就是我都没有这样做，那你为什么？一般人就会这样嘛啊，你先防范他啊，那么当然凡夫才会这样啊，圣者也不会了啊，你先防范他，都会觉得你把我当贼看啊，那么所以事故如来啊，他会觉得我自无罪，强为结界，因为这样如来不先结界。好，所以经跟律不一样，经是成佛在菩提树下成法轮之后，那转法，那菩提树下成佛之后，那么就去说了，说到从最初到最后啊，佛的说法这个都有
啊，但是戒不是，戒最初是12年后，第13年，13年才开始治，而且治是一条一条，然后有开遮吃饭，然后最后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治就不晓得，这个要看最后是治什么啊。但是也不是要入涅槃之前治啊，没有，入涅槃之前就不治戒了，那都要入涅槃了 啊。所以这个是时间上跟经不一样啊。那么经是要让你得解脱的，那么戒是因为你如果这样做，你会障碍解脱啊。那所以它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如律是为了如法啊。所以这里讲，一般我们讲，我们如律持戒，如律的目的是为了不要障道，所以要如法啊。重点是要如法啊。所以佛入涅槃啊，主要是依法啊，依法啊。那并不是啊，你持戒就会解脱，不是啊。持戒是为了不障碍解脱，不是持戒就会解脱。持戒啊，可以不堕三恶道，但是要解脱，解脱的关键就是无我嘛。那么你单单持戒，你不一定能够证得无我啊。那个苦行外道，他也持戒，但是他也不一定能够解脱啊。所以最重要是要有智慧。那你如果不持戒的话，你会有忧悔，那么你心不安定。心不安定，那么不能正念正知，就不能引发无漏慧，不能引发无漏慧，不能得解脱啊。那你会有业障、报障、烦恼障啊，会有这种问题啊。所以才因为这样要，所以因为这样要自戒。那之前12年已经有，前4年就有1230多个阿罗汉了，也没有戒啊，也没有戒，也没有自戒。所以我们的所谓的这个戒，但是它就略叫戒啊。之后啊，那么有一些人啊，那么开始啊，那么有一些不如理的行为了啊，不如法的行为。好，那第13年，须提那子苏连那始犯淫戒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个，他这里有说到啊，这里讲到他说须提那啊，这里写须提那迦兰陀长者子。好。这个迦兰陀长者，迦兰陀有3种意思，一种是迦兰陀村的长者的儿子啊。那一般来讲，我们说就是长者是须提那，他的儿子叫做苏连那啊。那另外也有说，这个也有一有的说是这个迦兰陀就是这个长者的名字啊。那也有说像我们说王舍城啊，有迦兰陀竹林啊，迦兰就是迦兰陀竹林啊。那这个迦兰陀一般有3种意思，一个就是它是一个鸟的名字啊，然后它是一个人的名字，或者它是一个村的名字啊，就有3种解释法了。好，那依善见律来讲啊，就是这个长者啊非常有钱。啊，然后这个国王啊赐给他这个名字啊，所以这个村就用这个人的名字来做村名啊。也有这样的，就好像那个路用他人的名字，一个村用他人的名字啊。那有很多种说法。好，那我们先不管，但是一般我们如果啊，我们只能取一部分的资料来讲啊，就是这个须提那啊，那的这个儿子叫做苏连那，他犯这个淫戒。那他犯淫戒，他也不是起烦恼犯淫戒的啊，而是因为啊，那么有一年这个饥荒啊，那大家都拖不到钵，那么他家比较有钱啊，所以他就带领很多比丘啊回他们村，因为他们村可以拖得到，因为他是那一村的人嘛啊，他就有很有钱。啊，所以他就回到他们那个村里面啊，基本上是在僻舍里了啊。那回到他们村里面去托钵，那去见到他父母，然后他的父母就跟他讲啊，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，结果你去出家啊，我们家这么有钱啊，那你出家了，那这个我都没有啊，因为他没有其他的子女啊，就他一个。然后他去出家，他就跟他讲啊，我们年纪都大了，那我们财产这么多，那如果我们都死了啊，那我们这么大的家财都要归政府，因为
他有规定嘛，你如果家里面没有后事的死了，那么这些财产都归国家嘛，啊，那所以他的父母就跟他讲，那你好歹也给我留一个后代啊，那么我可以继承这个家财，要不然啊，那我们这么大的家业财业啊，没有人继承，啊，死了全部要归公，要归国家，啊，那他没办法啊，给他的父母啊强行要求，啊，后来他就觉得，啊。那么因为他也可能觉得有一点对不起他父母嘛，他出了家，然后他家就他一个啊，所以他后来就跟他的这个妻子啊，因为他有结婚的，他是有结婚的，但是他结婚了后出家，没有小孩，他就走了啊，所以后来他就安排跟他的妻子啊，然后住了几天啊，然后他才回去。那回去以后他就觉得这件事感觉有点怪怪的了啊，然后就去跟佛说，那佛就开始自戒啊，是因为这个原因啊，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就住在毗舍里的崇格讲堂啊，然后他父母就去找他，因为他们就回家乡托钵嘛啊，其实是这样的啊，然后这个淫戒是这样开始治的，也不是他起了淫欲心，不是哦，啊，并不是他起了淫欲心，但是他做。犯了这个之后，佛陀就开始自戒啊，开始自戒，这个就变成众戒啊，然后就开始自啊，那淫戒是最初次的嘛，然后后来自那个盗戒啊，然后杀戒啊，那么妄语戒啊，就开始这样自。好，那这个是自戒的一个缘由。好，那后来啊，就慢慢就自很多了啊，就非常多。那这里讲到啊，我们先来讲这里讲。啊，长者子初作淫欲，以是因故，结出大罪。好，那250戒，一就是这个总共里面有250戒。那我们一想到250戒，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啊想到四分律，其实不是啊。那么罗什鸠摩罗什所持的戒律是十诵律。好，那这个我们稍微讲一下，他这个并不是。因为我们就是依四分律，我们就自然而然啊，它就是四分律，就是250条戒啊，其实不是。那么依戒律来讲啊，我们稍微把这个稍微再讲一下。鸠摩罗什翻译的戒律有是十诵律啊，它带来也是十诵律。那十诵律就是我们现在留下来，一般如果北传的哈，北传的就是五部律，但是啊。这个留下来所有的戒律，南传、北传、藏传、梵文本，总共有十三本，总共有十三本。那就是南传、北传，啊，藏文本、梵文本、汉文本啊，加起来基本上啊，还有巴利文的啊，加起来基本上有十三个。那比较主要的，鸠摩罗什翻译的有两个。啊，一般我们叫做十诵的比较有四种啊，那鸠摩罗什翻译的主要有两个，一个是所谓的戒本，一个是所谓律广律，跟戒经不太一样。那广律跟戒经的次数也不太一样，这个我们稍微讲一下啊。这个印顺导师在这个应该是说一切有部律师律师研究里面，或是说啊初级造证起源开展里面，他有也有也这个也有人做过研究的了啊。那我们只是把那个资料稍微让大家知道一下。好，那么一般来讲啊，就是四分律，我们从四分律开始说了啊，四分律、五分律啊，我们稍微四分律、五分律啊，十诵律。那十诵律基本上有两种啊，但我们写一种就好了啊。那真的来讲有好几种哈、啊，然后根有律。根有律啊，那还有这个升起律啊，升起律是大众部的啊，然后同叠律啊，南传的，那藏传的也有，藏传的有根有律哈、啊。那我们先啊，依这个来讲就好。另外有所谓的解脱戒经，引光部的，它是叫解脱戒经，但是啊，解脱戒经。它没有广律啊，但是引光部的有解脱戒经啊，解脱戒经啊，那这个是法藏部，就是部派啦，因为我们现在只能看到部派的啊，那等一下再来讲，它其实是最初是啊叫做八十诵律，八十诵律现在已经不见了
啊，但是我们可以从其他部派的律里面知道啊，可能大概当时是怎么样啊。那如果照这样来讲，那持诵律可能是比较接近的啊，但是也不一定了啊。但这是大概如果这样来讲的话，好，总共可以分十三种啊。但是我们现在就简单讲就好了啊。这个法藏部的，这个是化地部的啊，弥扎塞部，这个持诵律跟根有律，根本说一切有部律，都是说一切有部的，这个都是说一切有部的。啊，这个是大众部的，啊，这个是大众部的，这个是同碟部的，啊，它就是同碟部，同碟部是分别说部底下的，啊，然后这个是眼观部，啊，那部派我们先大概先知道，就是说，那么佛灭后基本上就是分上座，啊，就是两部，啊，这是大众跟上座部。啊，我们简单讲就好了。那么主要是上座部啊，上座部底下分有部，说一切有部啊啊，然后又分上座说一切有，根本说一切有啊，我们就有部就可以了，说一切有部，然后分别说部啊，那当然还底下有独子部了哈，那我们就不讲这个，就一律的而已啊，分别说部。那分别说部底下啊，就是四个，就是这里的啊，就是这个法藏部、化地部啊，四分律、五分律，然后这个同碟部跟眼观部，眼观跟同碟部，眼观啊，眼观部又叫做迦摄一部啊，眼观部跟同碟部，其实他们是同样都是依分别说部来的啊，那所以这个就是根有律的。然后十诵也是根有律的，也是根有部，藏传的也是根有律，藏传的也是根有律啊。那北传的就很多啊，那南传的其实就是同碟部。那这个北传、藏传都有，它有根有律。好，那我们来讲，就以比丘戒讲就好了啊，就以比丘戒来讲，那么四分律是250条啊，比丘戒是250条，那五分律是251条啊，那十诵律啊。十诵律依鸠摩罗什，因为大智度论是鸠摩罗什翻的，那鸠摩罗什翻的有戒本跟律本，啊，那十诵律总共有四本，啊，戒本、律本，有梵本、梵文本的、别本的啊，然后古本的跟十诵律，啊，那依鸠摩罗什啊，依鸠摩罗什翻的，那他的戒本是263，跟梵文本一样，啊，但是。就是律本啊，律本是啊，戒本是263，律本是257的样子啊，我看一下啊，是257啊，257对啊，它叫做古本啊，那么基本上是依鸠摩罗什翻的来讲啊，263跟257，那根有律啊，根有律也有一些差异，但是以我们的这样根有律来讲啊，那根有律基本上是249。啊，藏传的好像多一条啊，就248、249。好，那么就是它也有梵文本跟藏文本的啊，257、258啊，就不一定。好，那升起律218条啊，大概的哈，我们看同碟律227，解脱戒经它没有广律啊，但是它有246条。好，那现在他说250条，但并不是一啊，它并不是一四分律哦，因为。四分律在那个时候应该也有翻过来，但是鸠摩罗什啊里面的内容它是依十诵律的啊，那它主要是依这个啊257条啊，所以它250并不是依四分律的啊，并不是依四分律的，它应该是依这个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稍微知道一下了啊，因为我们很容易就想到四分律。250戒啊，那他这是大略，他都大略说啊，应该就是257条。那做3部7法8法，那我们先来看他的底下的注解啊，他总共有10个啊，所以他三部都是123啊，其实他就是总共有10诵了啊，三部就是诵3次，然后第4次是诵7法，第5次是诵8法，然后。第6次他在后面是杂部，然后第7次是比丘尼，
啊，第八次是真一，第九次是优波离问，第十次是散布。好，如是等十部哈，它八类十部啦，八十部应该是八类，它总共八类，它把它分了八类嘛，一到三一个嘛，一，然后七法两个，然后三四五六七八，啊，就是八类有十部，它其实就是十颂了。好，然后做毗尼藏。好，那这个我们稍微讲一下。那底下它有注解啊，那我们先讲了再来讲哈，讲这个。好，那这个是大概让大家知道就好了哈。好，就是它是依十颂的，因为鸠摩罗什就是它有所谓的啊，那么律本跟戒本啊，广律跟戒本，那一个是263条，一个是257，那当然它250基本上就是依这个257的为主。好，那它十颂里面啊，我们就写这个啊，第一个啊，就十颂，就八部十颂。那我们说不是八十颂吗？啊，八十颂是八十次，但是现在的八十部啊，因为最初是八十部是八十颂，最初八十部是八十颂。但是如果依这里来讲啊，依这里的经文来讲啊，那么要不你就是啊，像底下它注解，你要把那个。你要把那个十部删掉，就八部八类，啊，那或者你就是八类十颂，啊，基本上是这样。那为什么后来是十颂呢？他因为迦摄结起的时候是八十颂律，他的意思是分八十次，啊，就是很多了。那他说阿育王的时代啊，优波觉多是律宗的第五祖啊，那么以后世。后来的人没有办法背那么多，以前是要背的，只要背的，没有办法背那么多，根顿不能诵，没有办法诵到这么多，所以就删为十诵，啊，就比较少一点了，啊，那所以哈，啊，后来就是所谓的就是十诵了，十诵，它十诵是哪几个呢？好，啊，我们先把这律的内容里面啊，这个已经有人做研究了，啊，所以大家查一下，基本上很容易就查得到。那这个十颂啊，第一个啊，它就是出家受戒师啊，就规定啊，出家受戒啊，啊，出家受戒的事啊，就是出家的条件是怎么样，要受戒要怎么受啊，怎样讲这些啊啊。第二个啊，它就是布萨即位的事啊。规定啊，就是里面有一些规定啊，布萨集会的事，我们稍微讲一下啊。因为这个戒律的部分，我们比较少啊，想就是研究到那么详细了啊。布萨集会的事啊，然后第三个啊，就是安居啊，规定安居的。第四个是自治的啊，安居之后自治啊。然后第五个啊，持用皮革用品啊，就主要的啦啊啊，规定啊，一些规定啊，戒就是规定啊啊。第六个有关食物跟药物的事啊，食物跟药物的事。啊，饮食药物啊，啊，这些擦掉了。第七个，啊，有关功德衣的事，啊，这个就是这里的所谓的加持那衣啊，功德衣，哎，在哪里啊？迦兰陀啊，他这里还没有啊，他底下在底下的注解，底下的注解里面有。啊，这是看七十这个，哦，这里有76，底下注解有讲啊，但是他这里解几个七法八法啊，八法里面啊，就是有七法八法还是非常多了啊。那但是他这里所谓的加持那一功德一啊，好，那俱舍弥法、占波法、班图儒家法啊，就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，先讲这个十颂里面它，就是它分类有分十品十个章节啊。
啊，那十个章节里面啊，我们看啊，第七个是功德义的事啊，第八个是着衣的规定啊，衣服有关衣服的规定啊，第九个、第十个，好，第九个就是啊，在占波城啊，那么发生的一些事情啊，在占波城啊，所以他这里有所谓的，我们看那个底下的注解，占波法，占波是在占波城啊，那么发生的一些事情，那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啊，它就是结魔法的规定了，因为比丘跟比丘之间啊，在占波城，比丘跟比丘之间争执啊，争执，那要怎么处理啊？在占波城啊，其实就是比丘间的争执啊，啊，那么它就是基本上主要是结魔法规定啊，要怎么做结魔啊？那第十个。第十个是居善迷城啊，在居善迷，就是这里讲的，我们底下注解看啊，这个所谓的居善迷法，居善迷法就是在居善迷城发生的事情啊。那如果依它十大类来讲，十种类别来讲是这样的。那么居善迷发生的事情，主要是那有一个比丘，他那么也是一样有教团的争执，那么但是他主要是因为一开始那没有那个见度是有一个比丘啊，那他留下很多财产啊，看怎么处理，怎么做结盟。那居善迷是比丘有争执啊，那彼此之间。啊，遇到这些争执要怎么处理的事，啊，争执的事，啊，比丘之间彼此有斗争争执的事要怎么处理？好，那么戒律里面的规定大概是这样。那它底下有很多啊，我们比较看不懂的。第一个是加持那衣，啊，加持那衣其实就是你安居之后有功德衣啊，你安这个加持那衣，我们看那个注解，啊，就是八法这边啊，八法这边就是。他这里有所谓的七法，就是分七大类啊，那么八法就是分八大类啊，那一般详细讲就是十大类了。那我们看这个八大类的注解啊，加持那一就是功德一啊，功德一是节下啊，从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，然后他因为节下又有分前安居跟后安居啊，那后安居没有办法得功德一，只有前安居的人可以得功德一。那功德一它其实是有五种，就是你可以有五种权利啦，五种就是叫做有五种功德啊。那这个就是说你可以就是离依宿啊，一般不可以离依宿，那么也可以不可以别种食啊，那也不能续葬衣，但是你如果有参加节下。你有功德衣啊，就结下圆满啊。那如果你没有参加结下，或是你破下啊没有圆满啊，或是你是后安居的，那么你就没有功德衣。就是这个衣只是一个代表啊，就是你有你可以啊，你可以别种食，可以离衣宿啊，可以不跟比丘讲就入聚落啊，反正就有这一些啊，也可以辗转食啊，那也可以续葬衣啊，那。基本上就是你有一些功德了啊，就是你可以有五种啊，五种我们讲是就是有五种功德，那么你可以续葬衣，可以离衣宿，可以别种食，可以辗转食啊，那么可以入聚落处处食啊，可以啊，那但是就是你必须要前安居啊，你后安居是没有的啊，那这个。而且就是你要就是圆满了啊，圆满。那你也不能够有在安居期间不能够就是犯生产啊，就是犯戒了啊。
那你也不能被病啊，反正就是你要合乎规定，你就有功德，叫做加吃纳衣。好，那这个是这里讲的，我们看那个注解里面加吃纳衣啊，那俱舍弥法啊，基本上就是我们说在俱舍弥啊，俱善弥啊，俱善弥这个地方，教团彼此之间有纷争，那要怎么样制止啊？写这个，那占坡法啊，占坡法就是在占坡城这里。啊，有一些结魔之间的规定，就是，啊，这个不是教团，这个是僧人跟僧人之间的争执啊。那里面有一个就是说，有一个比丘叫做拔难陀啊，他因为钱非常多，供养非常丰富，后来他死了，这些东西怎么处理啊？这些啊，就是啊，规定这个东西了啊。那班徒儒家法啊，那班徒跟儒家这两个是比丘的名字。啊，这两个是比丘的名字啊，因为两个人经常斗争吵架，那、啊、所以啊，那规定他们怎么样为他们做这个喝则揭抹啊这一些的，那生产我们就知道了啊，就是犯十三生产的啊，那遮法、握具法、正式法啊，那有些都大概我们就看这个文就比较没有那么问题那么多。好，然后所以他说啊，他说如果八十步。啊，那么有一个就是啊，那说八应该删掉了啊，八应该删掉，那就十步啊，就是其实就是分十类，总共分十类。那我们也可以讲，就是一到三是一类，那所以就变成八步十类也可以啊。那么就是分十次啊。好，那如果一导师的这里说法是啊，就是八要删掉啊，就是只有就是分有这十类十大类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稍微先知道的。好，那么好，那这个就是做毗尼帐啊，就戒啊。那当时的戒，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了，就好像当时的大迦摄劫举的，其实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，我们看到的是四阿含了。那大迦摄劫举的八十颂律，我们也看不到了，我们看到的基本上就是那一些律啊，擦掉哈、啊，就是现在留下来有十三种啊。那一般我们的五部律再加上。广律啦，那戒条的话，解脱戒经有啊，那另外有藏文本、梵文本的啊，那南传巴利文本的啊，反正就总共有十三种，那各个不同，啊、差不多了啊。那即使是说一切有部的，就有四种，有部的有啊藏传的啊，然后北传的，然后它还有古本的啊，就是它还有一些不同，因为有部的有根有律跟十诵律都是根有，就是说。根有律跟十诵律都是说一切有部的啊，那单单十诵律就有四种，就有四种。那根有律有两种啊，两种或是三种啊，反正就蛮多种的啦。那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、能够接触到的所谓的律的资料、毗尼的资料啊，大概就是这一些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先知道。好，那第十二个就结这个论，结这个阿毗昙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诸阿罗汉复更思维，谁能明了及阿毗昙藏？好，那么论，如果依现在的研究来讲，当时只有法跟律，没有论，啊，那后来的三藏啊，开始才有论，是应该是啊，应该是第三次结集之后了啊，那就是说一开始出结集的时候并没有。啊，或是第二次结集，七百结集有没有啊？那么一开始五百结集就是王舍城结集，基本上没有论，啊，好，那五分律，但是有的律里面也有提到，啊，但是没有讲结集论啊，但是有所谓的有提到所谓的，比如说四分律里面有提到所谓的有十二律瓦阿毗昙，十诵律里面有提到所谓的法蕴足论，法蕴论啊，法蕴论啊，也不一定是。不是部派那个法蕴足论，那是有法蕴论，啊，那五分律啊，这个是十诵律，五分律里面其实是没有提到有论的。好，那如果依历史，就是我们的研究来看，当时的结集就只是法跟律而已，法就是阿含经啊，没有分什么四阿含啊，那律啊，其实八十诵律到底内容是什么，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了啊。但是如果我们依十诵律，大概就是分这几大类了。那他说啊，谁能明了及阿毗昙藏啊？阿毗昙，我们最后再来讲啊。他讲到最后，什么叫做阿毗昙？
好，那这个先来看这个啊，他说念言长老阿难啊，就是这诸阿罗汉啊，心里面想，长老阿难在五百阿罗汉中解修多罗意第一啊，就是他解经，解经就是对经的理解啊认识是第一的，我等今请啊。那如果要讲论义第一来讲，论义第一来讲，那么代表是迦旃延跟舍利弗。舍利弗他的论在当时佛还在的时候，他就很能解释佛所说的经。那你会看《阿含经》里面，比丘不懂，比丘不懂，基本上问两个人，一个是舍利弗，一个是阿难，哈、啊，真的啊，就是在杂含里面呢、啊，啊，比丘不懂啊，再去问，基本上问舍利弗跟阿难啊，那这两个人是比较对佛说的法很能做。啊、我们叫广释啊，或是解释的、啊、或是他可以把这个佛说的纲要跟你讲、啊、或是广为解释。另外有一个也很有名的，叫迦旃延，所以后来的论基本上是迦旃延、舍利弗跟阿难、啊啊、那这是主要的代表。可是迦旃延好像没有参加了、啊、就是说没有参加结集，或迦旃延可能也不在啊、但迦旃延如果真要讲论的话，迦旃延是论义第一，论义第一的是迦旃延、啊、但是舍利弗跟阿难在阿含经里面你也很常见到他很能论，其实就是论说解释、啊、解释佛说的法。好，那有时候佛自己会做解说，有时候所以经里面也有论，底下解底下的这个论，底下的这个论在经里面就有、啊、他并不是说一定是，就是佛自己有时候会解释，但是大多数都是佛就是简单讲啊，那么这些佛弟子啊他会去做解释啊。好，那这个我们先知道啊。那这里讲啊，这阿难在五百阿罗汉中啊修多罗第一啊，那么就说啊，请阿难就狮子做处座，就好像送戒要做中尊一样啊一样。那他现在要结集的啊，以他为主啊，他就做中尊，这个本来是佛坐的地方啊，现在佛不在了嘛啊，就代表佛啊，就坐那里。佛在何处？出说阿毗昙啊，那阿毗昙我们后面再来讲啊。那阿难受身教，狮子坐处坐，说如是我闻。一时佛在舍婆提城，舍婆提城是舍卫城啊，就是舍卫城。那就是乔萨罗国的舍卫城啊，我们说主要是乔萨罗国的舍卫城跟摩羯陀国的王舍城啊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佛告诸比丘，诸有五不、五罪、五愿，不除不灭，是因缘故啊，余生此生终生，此生中身心受无量苦，后世堕恶道中。诸有五耻、五不、五罪、五愿，是因缘故，于今生种种身心受乐，后世生天上乐处。何等五不因缘？一者杀，二者盗，三者邪淫，四者妄语，五者饮酒。好，这个我们啊稍微讲一下，里面举的这个论啊，在杂含里面有。十诵律里面啊，应该升起第二十诵，我再看一下啊，里面也有啊，十诵律里面也有记载啊，然后法蕴逐论里面也有记载。好，就是我们先看杂含的啊，那么大家可以去稍微去对照啊，因为经文，因为论就是非常多，讲的比较多，跟经不一样啊。那我们只做简单的啊，那先讲到所谓的五部位啊，这里我们先讲杂阿含的啊，杂阿含八十五经，这里引的这一部啊，那因为里面跟鸠摩罗什翻的十诵律的里面的内容也差不多一样啊，然后他底下注解引这个法蕴逐论、啊、那其实十诵律就是十诵律里面就有啊。这个是鸠摩罗什翻的嘛？好，杂阿含，
杂含八四五经，它放在道品颂里面了、啊。啊，好，那我们对照了哈，对照看啊，简单讲啊，他说于无恐怖愿对修习。与无恐怖怨对修习，因为他这里讲的是五怖五罪五怨，等一下我们再来，五怖就是无恐怖，五罪就是五罪业，五怨啊就是他会受到这个罪业而的受苦啊，会有怨苦啊，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个，先看这个经对照，我们比较容易知道他在讲什么。啊，与无恐怖，与无恐怖怨对修习。啊，应该是怨对修习啊，这对是罪业啊，啊，应该是这样。所以他这里是相对于是五怖五罪，五罪是这个是五罪五怨，啊，对是罪，啊，应该是这样。好，那么与无恐怖怨对修习，经文啊，这是阿含经啊。那后面其实差不多一样，就讲五个啊。那么若杀生因缘，若杀生因缘，怨对恐怖生，杀生因缘罪啊，因为杀生因缘的这个罪业啊，怨对恐怖生。怨对恐怖生啊，所以如果依杂含经来看啊，它的翻译是诸有五耻，诸有五罪五怖五怨啊，就是有这个罪，它会有升起五种恐怖啊怨苦啊，因为如果照这个意思来讲，就有五这五种罪业。因为杀生的罪，那么会有什么啊？怨对恐怖生啊，就怨对恐怖的这种事情生起来啊，就会出现这一些怨对恐怖了。好啊，怨基本上啊就是受这些苦了啊，受这些苦怨苦苦怨了啊，那么罪业苦怨好恐怖生。那么若离杀生者，啊，若离杀生者，后面杀到淫妄都一样啊。若离杀生者，啊，因为他经文蛮长的啊，我们就不，啊，你看底下法印主任就知道了啊，经文非常长。若离杀生者，啊，那么比杀生罪怨对因缘生恐怖修行，啊，比杀生罪。啊，就没有杀生罪了，罪没有这个罪业，他就不会受那个苦，啊，不会遭受那个苦啊，啊，所以那个苦就是恐怖怨苦啊，怨害啊，哈，比杀生罪，怨对因缘生恐怖修行，怨对。啊，这个是果报的了哈，酬偿果报酬偿基本上是怨对的意思，啊，或是怨跟对啊，怨就是你有果报酬偿，比杀生罪怨对因缘生，怨对因缘生的恐怖，因缘生的恐怖，啊，你会因为这个罪业而生起什么恐怖？那么休息啊，就不会再有。好，那这个是杂含里面啊，有关于这里的啊。那好，我们先下课，我先写一下十诵律的。
好，我们继续来看啊。那这里讲到啊，这个以无恐怖怨对休息，若杀生因缘的罪，怨对恐怖生；若离杀生者，彼杀生罪，怨对因缘生恐怖休息。就是休息就是除灭，就是这里讲的除灭啊。那这里讲的比较多，比较复杂，我们对照看就可以了啊。就是他说这个以今生种种身心受乐跟今生种种身心恐怖啊，那他基本上是这样啊。如果啊，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讲，这个就是说十诵律里面也有啊，但是他提到说阿难啊，阿难说了这个，说了这个论，这个是论结集论啊啊论，然后我们说经里面其实也有啊，佛解释的或者是其他舍利弗解释的，那么。里面提到啊，也有提到这个，然后说这个大家就是问啊，因为我们上一节有说过啊，十诵律里面参加结集的乔成儒、均陀、十力迦摄、优波离，还有大迦摄、阿难，主要是这几个人嘛啊，然后他们就一个一个问啊，就每一个人都问说阿难说的是不是啊，有没有，他就问他们有没有意见呢 啊那也有讲到这里啊，就是说论是不是这样子的。那么我们来看这个舍利弗阿毗昙啊，什么叫做五部啊？若杀生，缘杀生故，因为杀生的缘故啊，这比较容易懂了啊。那么在现世，现在世就会产生恐怖，未来世也会产生恐怖啊，因为它都有些就是会有现在是有些什么恐怖呢？啊，你这里的五部是杀盗淫妄酒啊，你如果犯这五种，那么就会在这五件事上产生恐怖。但是在阿含经里面有另外所谓的五部位，论里面也有五部位，五部位是不活啊，就生活就是生活会很困苦啊，不活位啊，那么恶名位、重中位、死位、恶趣位，会多恶道，那么也可以把它连起来看啊。但是这里的五部不是指这五部，而是杀盗淫妄酒啊，那么你犯了这五种，那么你就会有可能啊，会有这种五种部位，那五种部位也有可能是这一种的啊。但是这个五部不是指这五种啊，是指杀盗淫妄酒啊，杀盗淫妄酒，你在这五个地方啊，比如说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，那么杀生你就短命多病啊，那么他现在是有可能就短命多病，那未来是，那么你会堕三恶道啊，会有这个恶名位啊，会有重中位啊，会有死位，会有。那未来是会有恶趣味啊，啊，类似像这样的，啊，那你会受报，你有这个罪业，因为他是这个罪怨对恐怖生嘛，啊，他这里是罪啊，那所以我们大概，因为你有了杀生的罪，你就有业，有这个杀生的业，杀生的罪业，那么你现世来世都会因为这个罪业而受苦，那这个怨就是会受苦，怨苦。啊，会有受苦，那大概是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照这样来看，大概是这个意思，啊，那么休息就是你不会受这个苦，你没有杀生罪，你就没有杀生业，你没有杀生业就没有杀生的业报，没有杀生的业报就不会因为这个业报而受苦，啊，基本上是这样，现世跟来世都不会因为这个业而受苦，啊，这个罪报而受苦，就不会受这个罪苦了，啊，那所以大概是。是这里说的，就是他在解释，啊，这个论是就解释经的了。好，那原来有些经里面本身有些论，其实有从阿含经里面看，它都叫做经，啊，但是有些更详细解释很多了，啊，那经里面本来就有解释的这一部分，就是说佛略说，然后阿难、舍利弗或是其他的人广说，那么也在经里面啊。但是就是后来佛弟子啊，不是就是说后面的佛弟子的啊，佛灭后的佛弟子，那么在做解说的后来都叫做论了啊。那原来的说并不是特别有一个论啊，也都在经里面。好，那这个是从这里啊，那所以我们看了之后，我们来看这个文就可能会比较清楚啊。佛跟诸比丘。啊，那讲啊，有五部五罪啊，那么五愿啊，基本上就是有五种罪报，那么你应该会产生部位
啊，其实就是恶业啊，那罪业啊，你应就是会有五种啊，令你受苦的、怨苦的啊。那这个不除不灭啊，假设你没有啊，假设你有这些业了，你没有把它消除灭掉，那么因为你有这些业的原因，有这些杀盗淫妄酒的业的因缘啊，就杀恶因恶缘，有这些恶因恶缘，恶业的因，恶业的缘，那么此生中身心受无量苦啊，这苦就是怨苦啊，怨苦受无量苦，复后世堕恶道中，现身你就有受无量苦啊，那来世还会堕啊业报啊，那么还会受三恶道的苦，三恶道出来还会再受苦，还有余报。那诸有五此五不啊，假设你没有这五种罪业啊，那会令人啊受苦的啊，应该要恐怖的啊，就是你应该要害怕的啊。那么这些罪业啊，你就不会有五怨，就是不会有这种苦，有这五种苦。那因为不同的业有不同的苦嘛，有不同的业罪报。是因缘故，今生中种种身心受乐，你就不会受苦，就会受乐。那后世啊，就会升天啊。这里是讲五戒的啊，所以何等五不因缘五不畏啊？那不就是你要应该感到害怕啊？你有这种业，你就不要去造那种业的就是了啊。杀盗淫妄酒啊，其实所以这里的五不畏，五不又叫做五不畏，五恐怖，或叫做五不畏。啊，那五不畏是指杀盗淫妄酒。那么阿含经里面或论里面通常讲的五恐怖或五不畏，是指啊不活畏、恶名畏、众中畏、死畏、恶趣畏啊。这个我们稍微分一下。好，再翻过来啊。他说如是等名阿比昙藏。好，那第十三个三藏结集圆满啊，经律论啊，依大智论的说法了啊，经律论。那现在结集圆满了。啊，那每一次说完了之后啊，我们说这个十诵律里面讲啊，都会问这些阿罗汉啊，这阿难说的是这样吗？啊，其他人有没有什么意见啊？好，那么法藏极尽，这个法藏就是经律论，诸天鬼神、诸龙天女种种供养，与天花香翻盖啊，凡盖天衣供养法故啊啊。于是说句灵敏世界故，集结三藏法，实力一界智，说智无明等。好，那么就是灵敏这个世间，世界就是这个世间，所以要把佛说的这个法跟律啊，这里是三藏经律论，那么把它结集来，以利益后世的人。实力就是佛啊，实力一切智是指佛，说智无明等，就是把佛所说的啊这一些。啊，那么传到的后一登登相传，传到后世给后世的人知道。那么做黑暗中之明灯，啊，无明灯啊，然后后面有注解啊，有些写光明灯啊。那基本上就是把佛所说的实力一切智都是指佛，佛是实力啊，那么一切智啊，那所以把佛说的啊一切智者所说的啊，那么结集起来啊，传到像灯一样啊，传。灯灯相续啊，传到后世，那么因为众生都在无明之中嘛啊，所以那么为无明黑暗之明灯啊，基本上是这样。好，那这个记啊不难懂啊，所以我们就不特别再说。好，再看阿毗昙之集出啊，他说阿毗昙从何处出啊？佛龙树的时代基本上是。有部啊，也是同时是非常兴盛的时代。他说八见度啊，见度是章节的意思啊，啊一部分一部分章节啊。那么八见度阿毗昙啊，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发智论啊，啊又叫做八见度论啊。有部最主要的根本论啊，我们叫一生六祖生啊，就根本论是八见度论啊啊，翻译玄奘翻译做发智论。啊，发智论好，那这个自己看底下的注解就可以知道啊。那分成八个章节啊，我们看注解八十三这边啊，可以知道啊，发智论叫做八见度论啊。那总共有八个章节啊，八个章节
啊，杂结，结是烦恼，杂就是比较多的啊。那么智讲智慧的，讲业的，啊，讲大种的啊，是大种，讲根的，讲定的，讲见的。好，那他说这个八见度阿毗昙啊，其实就是发智度的六分阿毗昙啊，六分阿毗昙就是啊，我们看底下的啊，就品类足论、戒身足论啊、四身足啊，类似像这一些的啊，其实就是啊，施舍足啊、法运足、一门及一门足啊，这总共有六个部分。那为什么叫足呢？啊，足基本上它是一生六足啊，那以发智论为根本啊，那以这个四生足论等这一些啊为部分的啊，那所以啊就说一生六足论。所以八见度跟六分阿毗昙啊从何处出？好，但是那这些论，因为那个时代这些是很流行的嘛。那这些又从哪里来的呢？因为它不是结集来的，它不是佛那个时代来的，是佛灭后。好，所以他正在解释这个东西啊。他说佛在世的时候法无为错啊，就佛在世的时候，那么佛说的就是正法啊，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啊啊。那佛灭度后，主要是佛灭度后出即法时亦如佛在啊，也没有什么错误，都是五百阿罗汉结集的啊。那么这些都是圣者啊，三明六通的，所以也不会有错，也亦如佛在，就是亦无为错了。佛在世说的法没有错，我没有都没有为失，没有过失啊，也不会有错。那佛灭后刚结集，这些都是五百阿罗汉结集的，也跟佛在世一样没有为错。法跟律都无为，没有为错。好，那么佛灭后百年啊，那阿苏迦王，阿苏迦王就是阿育王啊，那么做波舍余舍大会啊，就底下注解有讲，就是我们说的无遮大会了啊。那无遮大会基本上是有的说是五年一次啊，有的是五年一会啊，的五年一次，那一次有些长达三个月啊，那就是无遮，就是没有遮止，就是没有限制了啊，所有的人都在来应供。好，那这个他讲啊，他说这个阿育王做无遮大会，诸大法师论义义故，有别部名字啊，就是这些人啊来参加无遮大会。那么基本上有财师跟法师，财师就是这些国王啊供养这些人啊，那么不管凡俗都可以来啊。那么法师就是很多的法师啊来说法来利益众生，但是啊就是每一个人说的不太一样，论义义故有别部名字，就是每一个人说的不太一样。从此以来辗转至信迦旃延婆罗门道人啊，所以这些就一般叫做迦旃延尼子啊，做这个论啊，大毗婆沙论啊，就发智论了、啊。发智度论一般说是迦旃延尼子做的啊。我们看那个八十六的注解啊，那发智度论是佛灭三百年初啊，佛灭三百年初啊，那么他这里佛灭后百年啊，那么再辗转啊，就变佛灭三百年有一个迦旃延尼子。啊，喘及佛说立智中而遮他的要点，这个是说一切有部的根本论，就叫做发智论。那么因为大家说的不太一样嘛，好，那么所以他说智慧立根，他是婆罗门种的啊。那么迦旃延尼子智慧立根，尽读三藏内外经书啊，经律论都通啊，内道外道都通啊，欲解佛语故，做发智经八见度啊，其实就是发智论了、啊。初品是世间第一法，你看那个发智论，第一品先讲什么啊？它的重点，第一品是重点，它是讲世第一法，它叫做世间第一法。那世第一法是有部列三贤四善根里面四善根软顶忍是第一啊，它这个是贤位啊，分外凡跟内凡啊。那外凡啊叫做三贤位，三贤位修五停心四念处。那么
五停心是一个，四念处有别相念处、总相念处，所以这个叫做三贤位。那么三贤位有是外凡，外凡要进入内凡，要修暖顶冷四第一。那四第一就是在凡夫到圣者，四第一是凡夫到圣者啊的一个关键。所以他从这里开始说，就是因为过去就是圣者位了，见道位了啊。这个我们稍微说一下啊，这八就是发智度论，最先修的就是四第一啊，一般是这样的，从贤到圣啊。那贤位基本上分内凡外凡，这个是有部分的哦，其他的不一定这样分哦。其他的这个阶位不一定这样分，像诚实论就不这么分，其他的不一定这样分啊。那么它分内凡外凡，内外。那贤是凡夫位哦，这个是凡夫位哦。啊，那这个是圣者位啊，这个贤是要趋向圣者的，但是它还是凡夫位，所以它分内凡外凡。那内凡啊，先外凡再内凡。啊，外凡。内凡，那这个外凡里面分三个：五停心啊，那四念处，就修五停心四念处。那四念处啊，或叫四念住。那四念住里面有别相念住、总相念住啊。那总相念住就是观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啊。那别相念住就别观啊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如常，观法无我啊。好，那内凡啊，内凡过去就是圣者位，圣者位又有分有学位、无学位啊，它还分见道位、修道位了啊，见道位跟修道位，见道跟修道。那修道过去就正道啊，那么这个是有学位。这个是有学，应该是这样分啊，有学、无学啊，这个一般 Google 上都可以找得到了啊，就是它的一个阶位啊，然后有学位又分见道位、修道位，那这个就是正道了，见道、修道、正道。如果这样来讲的话啊，就是它已经圆满正道，正阿罗汉了啊。那么见到的话就是出果相啊，出果，然后二果、三果啊，出果相啊，再出果，然后正出果到三果相，那圆满这个是阿罗汉，四果阿罗汉，或是四果相啊，四果相到四果啊，大概是这样啊，不是四果相到四果，这个是有学位啊，四果相，然后到正四果，那这个就是重点在这里啊，暖顶冷四第一啊，暖顶冷，然后这里讲的是四第一，世间第一，四第一，因为什么叫四第一呢？就四就是世间第一，就是它最高了，在过去就出世间了。这里是世间，凡夫都是在世，这个是世间，这个是出世间，圣者就出世间了。所以世间到出世间，他就见到了。那么世间到世间，他中世第一只是一刹那而已哦，他只是一刹那啊。那么你暖顶冷啊，冷就不堕恶道了。然后你过去啊，冷顶就不顶就不堕，那冷可能冷就不退了啊。然后再过去就是。在过去就见到了，他见到还分十五心，啊，那么过去就见到啊，就出果相，啊，出果啊，就变成这个圣者了啊，那所以他八发智论最早修先心论，四第一到底啊，要断什么烦恼，在欲界、在色界、在无色界啊，然后是断什么样的烦恼啊，那是怎么样的状态啊，他第一个先论这个。好，那这也是我们稍微知道就可以了，因为讲得非常复杂，我觉得论哦，它
他论得太细了，啊，一般的人其实也不太容易理解，啊，他是欲界系、色界系、无色界系，啊，他的心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啊？讲这个好，那我们先大概知道就可以了啊。那初品啊是世间第一法，后诸弟子为后人啊，底下啊一下没有讲啊，他为后人不能进解八见度故。做毗婆沙，啊，那么大智度论就是在解释发智论的，啊，大智度论是在不是大智论讲座，大毗婆沙论是在解释发智论的，大毗婆沙200卷解释发智论，发智论有60卷，那么20卷啊，那么大毗婆沙论是在解释发智论的。好，然后他说啊，有人言啊，现在讲。一生六祖啊，这八见度论跟毗婆沙论啊，那么六祖论有人言六分阿毗昙中，第三分啊，他底下有注解啊，他说这个说的不太一样，第三分指啊施舍足论啊，那么这个是指施舍足论啊，我们看底下的注解了啊，他说六分阿毗昙中。八品之名啊，那是目见连坐，六分中初分啊，总共有六分嘛，六个部分呢、啊，这六组啊，那六组底下有啊，就法蕴组、集义门组啊、施舍组、品类组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这边我们看84页啊，50页这里有六组论，那第三分这里来讲的话就是施舍组，那初分是法蕴组，第一部分啊，那如果是这样了啊。所以他说第三分是啊，那么目犍连所作啊，那么初分是婆须弥菩萨作啊，那有八品，四品是婆须弥作，四品是寂宾的阿罗汉作啊，与其他的啊，因为前面讲两分了啊，其他就只有四分了、啊、所以他注解说应该是其他的余四分。总共就六分而已嘛，然后第三分是目犍连坐，那第一分初分里面有八品，前有四品是婆须弥坐，有四品是寂宾的阿罗汉坐，所以剩下就只有四分了 啊那所以这里5分应该改作余四分啊，那么是其他的论义师所坐啊，基本上是这样。好，好，那这个。一般我们先知道好，然后再翻过来啊。他说：“有人言佛在世时，舍利佛解佛语故，作阿毗昙。”啊，那舍利佛本来就有所谓的舍，我们说舍利佛阿毗昙，就是说论啊，论说佛所说的，论佛所说的啊。那基本上我们说主要是三个人：舍利佛、目犍连也有，其实目犍连也有舍利佛、目犍连。那么就是论里面比较，就是比较佛说的比较解释佛说的比较常见的啊，有几个人啊。那么后传下来的目犍连也有啊，就是第一个当然是一个舍利佛啊，舍利佛目犍连。然后是阿难，阿难也常见，啊，然后比较有名的是迦旃延，啊，主要是这几个啦，主要是这几个，就是论佛说的，广论啊，广论佛说的，就解释啊，啊，解释或归纳佛说的，因为论也基本我们后面论有这样的，就是说做解释的，一一解释的，叫释经论。啊，解释佛说的一个就是中经论啊，把佛说的纲要概要啊，那么再说出来啊，佛这样说到底是目的是什么，或是他的说这一些重点在哪里纲要，那么比较常见的啦，我们在阿含经里面比较常见的啊，那后来传下来大概也以这个为主啊，就是佛弟子里面了，佛寺的佛弟子里面。那我们来看啊，他说舍利佛解佛语故作阿毗昙啊，
或独子道人等读诵。独子部是从这个上座部分下来的。上座部分下来的主要有三大部啊，我们说有部，说一切有部、独子部跟分别说部啊，主要是这三个，就是上座部下来有独子部、分别说部跟说一切有部啊。那么他说独子道人等读诵，至今乃至今名为舍利弗阿毗昙啊。所以他这里如果依龙树的说法，这个舍利弗阿毗昙是独子部传下来的啊。但是我们看下面的注解，他说这个舍利弗阿毗昙并不属于说一切有部，而是在阐述以巴利阿毗达摩非常近似的思想啊，所以应该是可能是分别说部的啊。分别论及人事之论，且系支持大毗婆沙及俱舍论所载的论点。好，所以他说舍利弗阿毗昙没有说完全提到这个补特伽罗。那因为独子部有一个特点，他就是在讲非即应非离应我啊，就是讲圣意补特伽罗啊。他还有他一个特点，就是一般讲五道，他讲六道，多了一个阿修罗道啊，这个是独子部的特点。然后他会被其他的就是佛教里面的其他部派排斥，就是他有讲一个非即应非离应我啊，非即应就是有一个圣意补特伽罗了啊，他立了一个这个东西啊。所以他这里讲啊，现存阿毗达摩论书中，那么三迷底部论啊，那比较是属于独子部的论书。那舍利弗阿毗昙并不属于独子部的啊，但是龙树说这个舍利弗阿毗昙是独子部的人在读诵传下来的，但是他并不属于，如果依现在学者来考证，他并不属于独子部的论书，但也有可能是独子部的人也有在传送啊，其实是这样啊。所以我们如果看这个会误会啊，这个舍利弗阿毗昙是独子部人的论书啊，那独子部的论书依现在学者考证就是三迷底部论这一部书啊。因为独子部的特点就是主张有圣意补特伽罗啊，圣意补特伽罗，但是他也不是讲有我，他是假立的啊。补特伽罗有一点像是有一个，补特伽罗是速取器的意思，是有一个不断在受身的灵魂啊。但是他这个是假立的，因为他要这个业，不然这个业很难讲啊。后来比如说经部讲种子说，那独子部讲圣意补特伽罗，后来唯识就立了一个阿拉耶啊，基本上是这样，圣意补特伽罗。那因为这个是叫做非即应非离应我啊，它不是即应我，它也不是离应我，非即应非离应我啊，所以他认为他也不违反无我的原则，非即应非离应我啊，他所以独子部会被其他的部派排斥，不承认他是佛教，说他是非。就是说外道了啊，佛门外道啊，基本上会这样。然后这个是他的特点，独子部的特点。另外独子部的特点就是他列六道啊，他一般讲五道而已，没有阿修罗道，他把阿修罗道独立列起来啊。后来你看人言经，他不是列六道，他又多一道七道啊，有一个仙道，那就是说这个是独子部的一个特点。那从有没有讲圣意补特伽罗来看，他是不是独子部？因为如果是独子部的论书，他会主张他的论点。好，所以这里是在说明啊，因为龙树讲舍利弗阿毗昙是独子部人传送的啊，所以至今能名为舍利弗阿毗昙。不过并不是说舍利弗阿毗昙是独子部的论书啊，并不是。这个在95这里注解里面啊有稍微说到。好，那么论啊，这里有讲到，另外讲一个，有一个论叫做昆勒啊，摩诃迦瞻眼
啊，就家瞻眼是论立第一啊，所以家瞻眼是论立第一的啊。佛在世时解佛语作昆乐啊，昆乐啊，秦眼就是当时是姚秦时代嘛，所以就是中文汉语啊，叫做切藏啊。至今乃至今行于南天竺啊，就南印度啊。那么皆是广解佛语故啊，就是广论啊啊。那么做比较详加的解释，详细的解释啊。家瞻眼是很有名的。好，那他说昆乐主要是家瞻眼在解释佛语的这个主要的一个论点啊。那么一般我们说的论啊，我们说有三个嘛啊，摩耽离伽啊，那么昆乐跟阿毗达摩啊，那等一下在后面再来讲。那毗婆沙又不太一样啊，那不过论的方式主要有这三个啊，我们还是讲这之前很早就讲过了啊，不过我们可以再讲一下。就是如果来看啊，论的话啊，主要是三种形式啊，那就是一般我们知道的就是阿毗达摩。那到底什么叫做阿毗达摩啊？其实阿毗达摩的解释有很多种，阿毗达摩叫做阿毗昙嘛，有非常多啊。那如果依大毗婆沙论，大毗婆沙论的第一卷一开始就在解释什么叫做阿毗达摩，因为它就是大毗婆沙论、阿毗达摩、大毗婆沙论嘛，啊，它就是一般我们把它叫做论，但是阿毗达摩是什么意思？那么大毗婆沙论用了它有部四大论师及其他人的说法，还有各个部派的说法，总共列了好像有25个啊，几种解释，我看一下我有没有写啊，总共列了非常多的解释啊，哦，列了25种，对，啊，这什么叫做阿毗达摩？什么叫做阿毗昙？啊，如果我们去看大毗婆沙论，一翻开一开始就讲这样，什么叫做阿毗达摩？他总共列了25种解释啊，啊，那龙树这边后边也有讲啊，但是太多了，非常多。什么叫阿毗？但是一般来讲就是阿毗达摩性相所显，就是分别性相啊，就一般讲分别了，就分别这个法啊，就列的比较细，分别这个法性跟法相啊，阿毗达摩啊，这详于分别，它比较特点。我们把三种论的一个不同的解释，就是它就像我们写论文一样啊，啊，那有很多种啊，阿毗达摩、摩耽离伽，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叫摩耽离伽。你看那个《瑜伽师地论》讲论不讲阿毗达摩，都讲摩耽离伽、修多罗藏及摩耽离伽，他不讲阿毗达摩啊，摩耽离伽。另外就是这里讲的昆乐啊，那昆乐这里说的是比较是啊，比较是家瞻眼的解释法啊，那这里是详于分别。比较重了，详于分别，啊，分别性相，啊，啊，性相所显，阿毗达摩性相所显，啊，详于。后来我们都用阿毗达摩来代表论，啊，因为是受有部的影响，有部的论就是详于分别，分别性相，啊，啊，什么什么，就是比较细啊，啊，那么摩耽离伽，啊，这个是重分别，重分别，啊，比较重，详于分别，这个是比较重。重什么？重纲要，大中纲要，大纲中要了啊，应该讲大纲中要，大纲中要啊，比如说俱舍论就是类似这一种的大纲中要啊。那么昆乐啊，昆乐是重于贯通，贯通经义啊，又不一样，贯通经义，它偏重不一样啊，偏重贯通经义，这个偏重大纲中要，啊，这个偏重，啊，名相分析，啊，性相的分析了啊，名相的分析，啊，啊，这分啊，那么所以这个它的基本上三种是不太一样。好，那来看啊，他这里说到，他说啊，那如说啊，分别一切法，一名阿毗昙啊。等一下再来讲什么叫做阿毗昙啊。
啊，我们说这有很多种啊，那总共总的列了25种啊，那这是非常多。然后这里有讲啊，这里有讲啊，我们说什么叫分别一切法，一名阿毗昙啊？就龙树这里列了一下，大概什么叫做阿毗昙啊？那这里我们又要稍微说到，一般来讲啊，一般来讲。因为它底下有列什么叫阿毗昙，一般来讲解释，啊，如果我们来讲解释坚跟律的，啊，论是解释坚跟律的嘛，论就是解释坚跟律的，但是论有这几种形式，但一般来讲解释坚跟律的，有时候叫做啊优解释坚的叫做优波提舍。那么解释律跟论的叫做毗婆沙，解释律的跟解释论的经律论，啊，但是论本身是解释经跟律的，但是后来有解释经的叫做优婆提沙，解释律跟论的，对论的律跟，所以论我们如果以我们来讲，解释论的叫做什么？论书，叫做论书。如果以我们来讲，解释论的叫做论书，啊，论书。啊，那解释书的叫做书抄，啊，其实是这样。好，那么一般来讲，如果三藏的话，解释经的叫做优婆提舍，解释律跟论的都叫做毗婆沙，啊，所以律也有毗婆沙，什么毗婆沙，什么毗婆沙啊。那这个论本身是解释经的，叫做阿毗达摩啊。那阿毗达摩又有很多种啊，啊，又有很多种，所以主要有四经论跟中经论嘛，啊，那这个是我们稍微知道的。所以一般来讲，比如说阿毗达摩论，阿毗达摩阿毗昙啊，叫做阿毗昙，先大概说了啊，因为他大毗婆沙论列了25种解释什么叫做阿毗昙啊，啊，你们有兴趣再自己一个去看啊。但是重点来讲，就是分别胜现象抉择胜义，他两个重点啊，分别现象跟抉择胜义啊，就详细讲要列25种啊，跟每一个人说的不一样啊。啊，分别性相，啊，所以我们说法性跟法相了，分别性相，然后抉择胜义，主要啦，我们列两点就好了，抉择胜义，啊，所以阿毗昙，阿毗昙是达摩的意思，昙是达摩，啊，他翻成昙而已，啊，达摩，但是阿毗达摩，啊，就叫达摩，阿毗达摩，那这个是法的意思，这个是胜法、胜义法，或是抉择这个法。啊，那么这个是无比的意思，阿比是最上，阿比是最上的意思，有时候翻作对法嘛，最上无比，啊，有时候叫翻对法。那么其实抉择胜义，它重点啊，分别性相抉择胜义，25种解释，但是我们主要是这两种，分别性相跟抉择胜义，啊，这阿毗昙。那如果解释，如果经律论做解释的话，啊，优婆提舍跟毗婆沙，啊，那毗婆沙跟阿毗昙不太一样。所以有时候叫阿毗昙毗婆沙哈，好，那这个是我们先了解了，不会乱掉了哈，这名词太多。好，我们先来看这个啊，我们看52页第二大段这里，分别一切法，一名阿毗昙啊，就是分别一切法的法性法相啊，那就是种种类别啊，种种多。好，如说五戒啊，你看啊，这阿毗达摩就是这样。比如说五戒啊，那五戒里面几个是有色，几个是无色啊，几可见，几不可见，几有对，几无对啊，这我们就不详细解释了，这个解释了吼就变成大毗婆沙了啊。那么几有肉，几无肉啊，几有为，几无为，几有报，几无报，几有善，几不善，几有忌，几无忌，如是等是名阿毗昙啊，就分别性相，种种法性法相啊。就是它的类别，种种的相的类别啊。那么这些法，好，那复次七死啊，死是烦恼的意思。烦恼有很多种说法，劫啦、死啦、毒啦啊，然后瀑流啦啊，非常的多啊。那依照它不同的类别，给它一个不同的名称啊。好，那这个死啊，有时候叫98死啊、70死啊，反正非常多了啊。
啊，这个欲染嗔恚有爱啊，那么骄慢啊，有爱是色贪无色贪的啊，那欲染是欲贪，好，骄慢无明见，见是五邪见啊，邪见身边邪见邪见见啊，五种啊，叫五力识无钝识啊，疑啊，对四谛有怀疑啊，是七识啊，就主要是七种啊，就主要七种啊，那一般把这七种就分开来叫做啊五力识无钝识啊，十种。好啊，我们就不用解释这些冥想啊，因为太多了啊，太多了都解释不完了。那么几欲界系他讲这七种烦恼啊，结识哪几个在欲界，哪几个在色界，哪几个在无色界啊，就是你会觉得那这个太细了，那我们知道这个其实作用也不大了，老实说啊，那断烦恼你不会去分开那个我是断欲界的系，当然也会啦，但是就是说这些太细了，你真正断烦恼的时候没不会想这些东西啊。那他说又分，哎，因为他讲到很细 啊，哪几个是见地所断啊，哪几个是思维断啊。那么因为烦恼有分见烦恼跟爱烦恼，我们分作见惑跟思惑啊，所以他这里就是哪几个是见地断，哪几个是思维断，哪几个是，那又分四谛苦集灭道。但是不是大家都这样分哦，不是哦啊，这个只是俱舍论，不是，这个只是说一切有部这样分哦。他的烦恼的分类法南传的也不一样哦，这各个部派不太一样啊啊，包括有为法包括哪几类，无为法包括哪几类啊，那哪几类是哪一类的烦恼，这个各个部派讲的不一样哦啊，它并不是标准哦，只是因为说一切有部当时是最大的，所以它变成有代表性，而且它的人才最多，它留下来的资料最多啊，所以你看即使是龙树也要很多很多大德都是从说一切有部出来的，而且都在说一切有部里面学习啊，包括你说无着世亲这些很多都是从说一切有，包括大圣很多都一开始都在说一切有部里面学习的啊，所以它变成是部派里面主要的最有力量的啊，所以他的说法就最具代表性，他留下来的论书最多啊。好，所以哪几个是见苦所断，哪几个是见极啊，见灭啊，见道啊，苦集灭道了啊，见尽就是灭啊，苦集灭道所断，见苦所断啊，见极所断，见灭所断，见道所断啊，几片死几不片死。好，那么这个啊就是随眠了 啊这里讲的片行随眠。好，那实质啊，这个是他举例的啊，举例那我们看一下就可以了啊，那这详细说起来就是一部大毗婆沙论了，200卷啊。实质啊，他把智慧分成这么多种啊，法智、类智、世智、他心智、苦智、集智、灭智、道智、尽智、无生智啊，那么这世间智跟出世间智，那么断烦恼的智慧主要分两种，叫做法智跟类智。其实佛《阿含经》里面没有分到这样啊，基本上智慧基本上其实就是主要是啊世间的跟出世间的，那有漏跟无漏的主要是分这样啊，那一无漏智，那么有所谓的这里所谓的有所谓的法智跟类智，法智是断欲界的烦恼叫法智，这个都是部派里面详细分的了啊。那么类智是断色无色界的啊，还有世间智、出世间智，那么他心智啊，苦集灭道，这个是说一切有部的说法，因为他要见苦集灭道四谛，就必须有苦智、集智、灭智、道智。但是阿含经里面比较没有这样的说法啊，他见苦集灭道是无漏智啊，但是他又分苦集灭道智、尽智、无生智啊。那么他有所谓的八人八智嘛。啊，那么尽智就是断尽一切烦恼，啊，无生智是证到无生的智慧啊，它又有分的，分的比较细啊，啊，我们说这个是有部的说法哦，不代表佛陀当时是这样讲的哦啊，但是他把智慧分成很多种就是了，啊，总共这里有十种智。
好，那四十字，那这十字里面几有肉，哪几个是有肉字，哪几个是无肉字？佛基本上就分有肉跟无肉而已了啊。那他又细分哪几个是有为，哪几个是无为，哪几个是原有肉，哪几个是原无肉啊？以有肉为原，无肉为原啊，有肉法无肉法为原，即有为，原有为，原无为啊，即欲界，即色界，即无色界啊，那几个是不系，几个是无碍道啊，无碍道就是无间道啊那么几个是解脱道，无间道解脱道。好，那这个都是冥想啊，我们就不细想啊，哎，这个很复杂。好，那么四果得此，几得几失。好，那么有部里面他讲三四十有法体恒存，甚至有得跟非得啊，那么它也是一个法。好，那如是等分别一切法啊，就是分现象分别了啊啊，就是分别一切法，一切法的种种啊。那分得非常细了，这个叫做阿毗昙，啊，那这样分是为了抉择圣意啊，啊，要讲到那个真实，要见那个实相，见那个真实意啊。好，那所以我们说，简单说，他总共列了25个，什么叫做阿毗昙啊？他说一名啊，就是说简单讲，主要就是分别性相，抉择圣意啊。我们记这两个就可以了啊。那一般来讲，如果从阿毗达摩、摩耽李迦跟昆勒来讲，那阿毗达摩主要就是啊，阿毗达摩性相所显啊，有时候叫分别所显、性相所显啊。摩耽李迦啊，摩耽李迦重在大光跟重要啊，阿毗达摩重在分别性相。那如果讲经律论来讲啊，经是次第所显，论律是因缘所显啊，那论是分别所显啊，好，就性相所显了啊，就分别这个性相。好，那这个是经律论来讲，从经律论，那阿毗达摩是代表论嘛，所以在大毗婆沙论里面以阿毗达摩代表论，所以他说修多罗次第所显啊，那么比赖也就是律因缘所显，就是你读经要知道他的修行次第，那么你读律要知道他的自戒因缘，你读论要知道它的性相分别啊，性相所显啊，就分别性相了。这个是经律论啊，大毗婆沙里面说的。那如果是论里面的三种，三藏里面是经律论，经是分别所显，次第所显，知道修行的次第，修道的次第，次第所显；律是因缘所显，要知道自戒的因缘。那为什么要自这个戒？那论就是你读这三藏啊，论就是以阿毗达摩为代表啊，那是这个性相所显，要分别性相啊，主要是这样啊，然后才能抉择胜利啊。这个是我们稍微好写一下好了，这会乱掉了，真的是太多了啊。我们把它归纳一下好了啊，这个都是《大毗婆沙论》里面说的了啊。我们把它做一个归纳啊，比较容易看啊。三藏。三藏啊，经律论啊，经是修多罗啊，律是比那耶，这个是代表说你们说论是阿毗达摩，这论其实有三种啊，那经修多罗，修多罗次第所显啊，就是你读经要知道。这本经告诉你的修行次第，这个在讲大智论一开始我们就有讲过了啊。次第首选律是比那耶，又叫做比尼呐啊，然后这比那耶，因缘所选，要知道它的自戒因缘，自戒条件重点是要防范什么，是要成就什么啊，就是他要告诉你的道理啊。你要知道修行的次第啊，开始要怎样修，后来要怎样修。那我们讲修多罗，一般就是修道的宗旨跟理论啊，修道的次第跟方法，修道的殊胜跟功德啊，基本上是这样啊。但是啊，主要就是要了解修道的次第啊，修道的宗旨
跟理论。修道的次第跟方法，啊，他有他的方法跟他的次第。修道的殊胜跟功德，你这样修之后，啊，你一直这样修，你会得到什么？第一，修了这个会得到什么？修了那个会得到？修到究竟后会得到什么？啊，修道的殊胜，修道殊胜和方法，啊，和功德，啊，这我们啊稍微知道一下。好，那次第所显，那重点是要知道修行的次第。比那也因缘所显，论阿毗达摩啊，他这里用阿毗达摩代表，但是论不只只有阿毗达摩啊，我们刚才讲了三种，阿毗达摩性相所显啊，就分别性相了啊，要知道我们说阿毗达摩啊，大毗婆沙里面有25种解释啊，啊，我还特别去跟他算了一下，到底那四大论师都有解释，性相所显都分别性相啊。那么这个论里面主要有三种论，啊，我们写一下啊，就把这个这样比较清楚了啊。论里面啊，这是阿毗达摩，啊，又叫做阿毗昙呐，啊，阿毗达摩，众分别性相，众性相分别，众啊性相的分别。那性相分别是要抉择胜义，他为了要抉择胜义，所以必须重性相分别，分别性相，啊，就名相的分析啦，性相的分析啊，所以他跟你讲啊，哪几个是色界，亦无色界啊，你看那么多，那类似像这样啊，就是要为了要抉择胜义，这两个重点我们记住就好了，啊，其他有25种说法，啊，我们就不用记那么多啊。啊，这样比较容易的。啊，性相分别，分别性相，抉择胜义。啊，性相就是法性跟法相了。啊，一切法，什么法，什么法，一旦有为法、无为法、有漏法、无漏法。啊，分别性相，抉择胜义。啊，因为阿毗就是无上啊，就是最高啊，达摩就是法啊。他无上法啊，所以他要分别性相以抉择胜义，记这个就好了啊。然后这个摩耽离伽啊，这不同的部派他对经典的解释有不同的角度啊。那摩耽离伽啊，像瑜伽师地论，他论不讲阿毗达摩，他就讲摩耽离伽啊。摩耽离伽，他是重，这个是重，比较重，偏重啊。摩耽离伽就是大纲重要啊，经义的大纲重要。啊，昆勒，啊，据说是迦瞻衍的啊，迦瞻衍在解释佛法的部分啊，据说了啊，昆勒就是重贯通经义，重贯通，贯通经义，啊，这三大点啊，这我们这样就比较清楚了啊，不然会稍微会太多了啊，然后如果是解释经律论的。解释经的叫优波提舍，解释律跟论的叫做毗婆沙。如果依经律论来讲，啊，又把它解一下了。啊，对经的解释，一般来说，啊，一般来说对经的解释叫优波提舍。对律跟论的解释，啊，叫做毗婆沙。一般呢，啊，啊，一般来讲。也解释这个论的阿毗达摩毗婆沙，所以叫有阿毗昙毗婆沙，你就他怎么又阿毗昙就又毗婆沙？阿毗昙不就是解释了吗？不是啊，也有解释论的啊，所以有阿毗昙毗婆沙啊啊，然后这个是优婆提舍啊经啊，所以你看那个往生论啊，又后面写优婆提舍啊啊，也有这样解释的了啊，解释阿弥陀经的，或是它是中经的论啊，在你这样稍微就。看到这些经的名字、论的名字，那些就比较不会乱掉啊。大概有这个一个原则性的问题。好，
好，我们稍微把这个稍微好。那他这里说啊，说到三种阿毗昙啊，那我们先把这个稍微讲完一下啊，后面还会再稍微注明一下。他说有三种阿毗昙，三种阿毗昙生极意，略说32万言啊。这个是发智论，意是大毗婆沙论。发智论有20卷，生极意解释发智论的，解释发智论的道理，总共有200卷。这个是玄奘翻过来的啦，啊，原文不知道多少，应该是差不多了啊。略说32万言，啊，那另外有一个阿毗昙毗婆沙。啊，就是解释阿毗昙的，毗婆沙就解释阿毗昙的论。阿毗昙毗婆沙有60卷，有60卷。那大毗婆沙论有200卷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解释阿毗昙生，就是发智论的20卷，一个就是玄，一个就是大毗婆沙论200卷，一个就是阿毗昙毗婆沙有60卷。他说略说32万言，所以略说这一部分就是60卷，广说大概就是200卷啊。所以阿毗昙生极意。好，略说32万言，那生是发智论有20卷，义大毗婆沙论有200卷，啊，所以他底下又有啊六分阿毗昙啊，那么注解我们再看一下啊，那六分略说36万言，啊，那这个是六分阿毗昙啊，六分阿毗昙，好，那昆勒略说32万言。啊，跟这个阿毗昙的略说一样啊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32万言大概也有60卷，啊，基本上是这样。昆勒广比诸事以类相从，非阿毗昙啊，跟阿毗昙不太一样。好，那这个是说，这个我们后面再来看，就把这个阿毗昙、昆勒稍微再说一下啊，下次再讲。好，因为时间到，我们先讲到这里。大家合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